我爸曾经说过，人有时候反而会向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透露他最深沉的秘密。我老公跟他老板娘有奸情，你说男人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认为我爸说的没错。哎，叔叔，我昨天看到爸爸跟一个阿姨没有穿衣服睡在床上哎。我真希望啊，有一张别人认不出来的脸。不然在路上真的很怕。你知道哪里有在治那个不孕的？我上辈子是一只恐龙，是一只很会唱歌的恐龙。什么事情呢？都是被基因控制啊。还有的人悲伤、快乐、健康、衰落啊，这些都是在基因的控制之内啊，不是说环境影响就算了。所以呢，什么事情啊，从基因来看呢，它口大口小，老鼠也是会躲三级的啊。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？注意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女人最爱的胸部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哎，要不要再看一次？你看吧，你看上个面，你看有水无？未歹啦，吼、哦，好啦，啊，若有机会吼，咱约一下时间吃饭，吼、哦，啊，等你再过来，好啊，好啦。这就是我弟弟。他是被我杀死的。哎，混将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这种事情我听说过，但从来没有遇到过。你猜这是真的假的？当你被一支枪指着头的时候，你想的会是什么？这一刻，我想的是……先从我爸谈起。我爸叫苏州，是开计程车的。他从20岁开始，一共开了快30年的计程车。虽然他现在是计程车行的老板，但是他每天还是会固定出去开几个小时。说实在的，他不开车还能干什么？啊，快点换了，谢谢谢谢，慢走啊。嗯。如果以一年7万公里来计算，我爸至少已经开过200多万公里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足够在地球、月球之间来回5趟以上。目前，我爸正在他第6趟由月球返回地球的途中。如果没有碰到陨石的话，预计年底他就可以到达地球了。来干嘛？干活。不安尼啦，迄支卡30万啦，一日你也许我200万而已啦。迄工弄到你开30万，你到底卡塑胶做的哦？顶工银行的查囡仔卡互弄断去啊，人法律就判伊赔偿200万啦。迄无同款嘛。那有啥物无同？人伊是啥物国卡呢？踢骹球的，而且佫少年，较有价值嘛。你支卡80岁啊，80年的卡，佮20年的卡。当然是无同款嘛，啊，无你个结论，你个慢慢开200万，你嘛刚开一个较行情啊哩，安尼我嘛较好做人，对唔？我家有20几部计程车，因为我爸是负责人，只要车子一出事，他就要来善后。十几年来，他处理过的车祸至少也有上百件了，这就是我爸的生活。
就算一口拢提拢无。我妈姓尤，叫尤西子，她是个医生。不过比较特别的是，她是个法医。差不多了。两天半左右。还有吃鲳鱼啊。哦，最怕吃鱼了，那么多吃。不会啊，鲳鱼的刺很少。好嘞，好，谢谢。来个矿脉啊，看前面吧。你是出客死了才杀的哦，这样不好。哪有可能呢？还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大刚嘛很台，天气咧落雨，真闹可能会歹。坦白说，我觉得我妈年轻的时候还蛮漂亮的，可是因为她的工作，苦了那些追求者。我上去等你好吗？好啊，我还没有忙完呢、啊。还没关系，我上去等你就是了。好。尤西子，我到下面等你哈。尤西子，我到下面等你啊。这种东西也没什么好怕的，这个生生死死是正常的。他们都这么不幸了，我们还怕他们，这样也不对。你放心，我一点都不会怕。我活那么大年纪，死人也见过了，我不会怕的。我又不是小孩子。是刚刚那个东西晃太厉害了。最后我妈只能跟职业相近的人交往，比方说警察。哦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先在外面等我一下哈。你摸我的脸，我还是会觉得怪怪的。我知道这只是我自己心理作用，可是，我觉得其实这也没什么了，是不需要洗脸。你一定有戴手套，不然至少洗过手吧。那么，到底我妈为什么会嫁给我爸？她看上我爸哪一点呢？哎，你看他那个胡子是不是长长了？乱讲！过来吃饭吗？你也时常加班呢、啊，身体要小心一点。我过去请教授啊。教授，吃饭了。根据我妈的说法，我爸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，
在看过他工作之后还吃得下饭的人。嗯，教授，我打一瓶酒。嗯，晚上给你热热身，驱驱寒。哎，这么好意思？喝一点没关系吧？没关系是没关系了，不好意思，拿杯子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太客气了。这是我妹，一个从小就喜欢调配各种化学药剂的女孩。你加这试试看，这个。营养。好美。等等你哦。喝吧喝吧。谢谢啊。喂。谢谢啊。可能啊。我一直以为对化学有兴趣的小妹会变成像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，没想到对化学有兴趣的她却开始吃这些东西。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妈，如果我变成虫子的话，我看出去的世界会不会更美好啊？虫子跟虫子之间，他们互相信任，所以他们的存在才有意义，他们会有很良好的互动的关系。对对 对。所以我觉得你跟爸之间应该更有诚意的去相处才对。少熬夜，早点睡啦。还有，我觉得感激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我不会有那种很自以为是、那种讨厌的德性出现。我就会觉得一切都好美好，好宁静。对，我对未来的一切都不会担心害怕。明天再看吧。
如果你到过我家，可能会觉得我家怪怪的。哎，你他妈快点好不好？我怎么坐多久了，渴死了。是是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找不到钱啊，不要抢了啊。骨头回去了。我家门前的三叉路口简直就像个车祸电影院，一个每天都放车祸电影的电影院。看了几十年电影的我们啊，早就麻痹了。卡车开过头才想回转，对面那台来不及刹车就撞上去，另一边的车出来忙着看车祸，也没注意状况，摩托车也没保持安全距离，那当然全部撞在一起啦。苏薇薇，你用听的就知道啦。我这里也看得到啊。你有看吗？那边漏油漏好多，等一下会不会爆炸啊？柴油车不会爆的。对了，柴油车没崩啦。哎呀，又来了！哎，大雪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喝茶？来不及，先慢话。哦，坐坐。由于我们家门口车祸实在太频繁，曾经有人看不过去，就在路口摆了一尊神像求过往平安，结果提到车祸就不能不提到丁威。他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独居青年，他在我们家门口那些严重车祸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啊，你有帮人用钉无？我看伊无帮人用钉嘞。我他无车拍了一次的。安尼会使啊？吼。哎，当然，帮完者，帮完者。因为我人拢安尼啊。我知啊，无即摆就是看家顶台看要来处理。看车拢啊，一定是你操作的对吧？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些被车子压得稀巴烂的尸块啊、脑浆啊，捡起来交给死者家属。算是保一个全尸，然后死者家属就会看心意给他一个红包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说起来简单，但没几个人愿意做。哎，阿专，你再给我倒扣一下，扣袂住。这下。是老魏啊，哎，怕一寡有剩的，啊，你们两个怕一下靠有嘞，看电视剧让我父母无法控制情绪以外，
还有一件事让他们大感意外，手忙脚乱。爸妈，我要跟他做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。请问一下啊，那照你说的，这条鱼肝脏里面所含的那个重金属可以毒死一头牛啊？嗯，理论上是这样子讲没错，尤其是这一种在出海口洄游的鱼类，它的肝是最容易累积像铅、镉、汞之类的重金属。那怎么办？我那个鱼竿我刚刚才吃下去的。伯父不必惊慌，因为伯父不是牛，所以不像牛会有一再反刍的问题。大部分您所吃下去的重金属，明天就会自然的排泄掉了。哦，来，我烧豆腐啊。怎么了？吃豆腐有什么不对啊？嗯，伯母，这是豆腐啊。是啊，红烧豆腐嘛。你看今晚的菜色，除了这盘豆腐外，还有这尾鱼以及这一盘豆干炒牛肉丝。而这几盘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沙拉油嘛。这几盘菜中都含有大量的 purine，P-U-R-I-N-E。这样下去，我怕伯父以后会有痛风的困扰。所谓 purine， 一般又称嘌呤或普林，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，而尿酸就是 purine 在人体经肝脏氧化之后的产物，所以。你吃下去越多的 purine， 就会产生出更多的尿酸，而如果尿酸一旦多到人无法自然排泄的话，它就会在身体中形成钠结晶盐，而钠结晶盐是最容易累积在人体的关节组织里面，像手啊、手踝啊、脚啊、膝盖啊，而一旦人体的所有软关节组织都被钠结晶盐所占据的话，这就是痛风。新年快乐！好的，好的，来来，新年来哦！来来来，新年来哦！哇，小妹好漂亮哦！来，哇，好漂亮！谢谢你们来帮忙啊！爸爸妈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好好对小妹的。小妹，要笑啊，笑来。麻烦靠回去一下，刚才尿得很好啊。来来来来，来。小妹嫁给了这位化工博士，我爸妈又高兴又意外。可是更令他们意外，手忙脚乱，无法保持冷静的，是我向他们宣布的另一件事：不结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女孩子喜欢我，既然没有人会喜欢我的话，也就没有人会跟我结婚啊。还有，我认为我不可能碰到我喜欢的人，就算碰到了，以后他也会变成我不喜欢的人，我不可能跟我不喜欢的人结婚啊。你不先交个女朋友，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对啊，如果是我喜欢的，只要我一看到，我马上就会知道是他。那个他是谁啊？到现在还没有遇到哎。说什么人家不喜欢他，人家喜欢他，他又不喜欢人家，讲个五四三，到今麦还要赶紧找一个进步的啊，那些进步好哎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爸妈都无法保持冷静了。首先是我爸。他跑去向每个人哭诉，儿子不想结婚。那有这款的囡仔，讲无要结婚呢？大家嘛拢同款，食水食米，放屎放尿，对无？伊细汉迄阵足古锥的呢，佮大汉变到安尼，讲无要结婚啦，头壳冒咧烧咧，囝。从这个画像看来，您儿子要结婚真的是难了。非常难。哎，是吗？哎，不用不用。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帮我儿子结一结？苏先生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一切随缘呐。
师傅，你结婚多久了？我也还没有结婚呢。而我妈呢？她竟然会在解剖室里把同一具尸体解剖了两遍。没关系，我来缝就好了，很快的。你就先回去休息吧。这样可以吗？哎，这样可以吧。更荒谬的是，我爸以为色情录影带能改变我对婚姻的看法。新的给别的一块吗？爸爸再爱我一次，姐妹情深。哇，这个是温馨家庭悲剧片哎。叔叔借我看，借我看嘛。好好好，不要闹，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借我看，借我看。你不想结婚啊？我能理解，我也能接受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趁你年轻力壮，精神品质最好的时候，赶快保留一点下来，将来我好做试管孙子啊。试管孙子怎么做？这你不用担心啊，我已经替你挂好号了。后天你做一个输精管检查，大后天再做一个睾丸切片，大大后天再做一个射护腺穿刺，就这样。这两天你身体要好好保养好，我可不希望将来我的孙子在遗传基因上有什么缺陷。睾丸切片是什么？哦，那没什么，他们会先用根小针刺入你的阴囊，然后在睾丸上割下一小片组织，可能会有一点点痛，不过你不用担心啊，整个时间过程很短的。很短？大概40分钟吧。好啦，早点睡了。要顺带一提的是，我爸给我的那两卷录影带，从第二天起就在我家失踪了。在那边给你站。这个时候，在世界各个角落里，是不是有很多人都面临这个结婚的问题？我看随缘啦，这种事情勉强不来的。你现在当然不急了，再过几年，我看你也是随便找人嫁。哪有这种可能？现在越说不结婚，将来的条件就越随便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个男的让我看得顺眼。请下车。小姐你好，你们吹风多可怜啊！哎呦，走走走，来，我们喝咖啡去好吧？洗驾照，给我拿出来！你叫我怎么拿？把自己靠起来。快猜啊，真的假的？吼，你敢那拢袂惊嘞哦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假的。
假的、啊。这支才是真的啦。哦，是吗？知吼。不过这种假枪吼，只要换掉钢管跟扳机，原来是下下叫。请问你哦，带两把枪在身上干嘛？我们是出来混的呢，辛苦了，无炸鸡，心里面你是要给我画衰呢？停停停停，靠边靠边，我搞搞搞。撞不到吧？操你妈了个巴子！妈的，皮带都扔街了。来来来，拿过来。还在看？你小心一点哦。都你家的，你哥说你搭后面放车。什么意思？欠扁啊！干嘛追成这样？你身上枪还可以用吧？啊？都是假的。不要紧张，相信我。或许由于我爸开计程车的缘故，从小我就对开车很有兴趣。中学的我是靠骑家里的计程车来赚零用钱。当同年龄的青少年还在无照骑机车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无照开车了。阿强，要走大家一起走嘛，你那么急干嘛？不用，你们开车嘛，我骑摩托车，我先走，你走。乔丽，你要不要坐我们车？哎，没关系啊，大家一起走嘛，哎，来，走了。哎，快快快，赶快，他们刚走，我们开快一点。阿强，干嘛先走啊？妈的，不够意思，见色忘友，没弄见。阿强呢？好吧。啊？干嘛？您很嘛，速限70，开到120，下两个月没有零用钱了。这是我生平第一张超速照片，非常有纪念价值。谈到开车呢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，身为一个从小在计程车行长大的我，在这方面所受的压力有多大？哦，全的安尼敢定的嘞？真多哦，真多吧？搁回转来淡薄啦。对我来说，学校成绩好不好没关系，但如果车开得不好，或是考驾照不能一次过关，那这辈子没人瞧得起你了。哦，停安尼敢定？
外国是怎样啊？再改啦。也难怪他们会用这么严厉的角度来看开车这件事，因为在车行里有太多几乎可以说是一辈子都以车为家的司机，你可以想见他们对开车技巧的自我挑剔程度。别跟你骗啦，走一路较紧啦。热心的踹是一个随时都知道他四个轮胎在哪里的人。哎，就是这边。安尼就车较方便啦。奇亚有一次载客到台中，车子的变速箱坏了，没办法前进，只能倒退。固执的他坚持要找熟悉的车厂，竟然一路倒车开回台北。欢迎光临。先请问加什么油？油加满。谢谢，欢迎再来。阿东是被公认在开车时最忙的司机，已经有超过两打以上的客人指定再也不要搭他的车。一般来说，计程车司机的技术都算不错，但是你知道，凡事都有例外吗？阿东，你有用无？好啦，我听不要车了。那炸得丢唔丢？你帮我买哦，该炸啦。安尼啊？嗯。阿伯安尼，食饭无我饲阿妹。我只爱哦。哎，真的呢。哦，真正够你弄着啊呢！阿亮啊，吼，除了天顶飞啦，海底是飞以外，路上只要车会动的，拢弄过啊啦。哎，司机，你可不可以开快点？这边没有车，我赶个时间哈，不好意思。司机，你可以开再快一点吗？
到了。来哦。这边是阿良的不？后面还修的。我有修的啊，我有搞地啊。我在南山哦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我有啊。那就修的哦。当然有啊，我都有。刚才你较少，咖啡较少。我唔知，可能。偶尔，阿亮也想吃个槟榔，但你敢卖给他吗？有一次阿亮失踪了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大家才发现阿亮的车子跌落到路旁的水沟里，阿亮被困在车子一整夜出不来，幸运的只受轻伤。咱讲这车哦，会落在这水沟里底啊，这唔讲其实啦，这讲衰啦，你看呢？咱去顶悬看啦，本来四个门我嘛开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水沟内底啊，安尼也开袂去，安尼也开袂去，这边嘛是开袂开呢。本来啊，是会使讲把窗仔门安尼夹落来吼，走出来啦。要死唔死啊？大家窗仔门拢弄到密密麻麻啊，啊，安尼啊玻璃啦，要再夹落来，注意都冒气啊，夹袂落来啊。安尼就安尼，你来看，吊到这，会知影要怎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我开始开计程车的那几年，最大的目标不是赚钱，而是能够在技术上得到那些计程车老手的认同。我不要做只有驾照但不会开车的笨蛋。终于时候到了，我爸和我家那些司机都认为我已经够资格拥有自己的车了。我还记得我看到新车的那一天，哇，那一天我感觉是多么的兴奋。哎，阿你要要晒啊啦！啊，有事啊！哎，这是来水外啦！哎，你快，你快，你快哦！哇，赞哦，太划算啊！我想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已经爱上他了。他将伴我行走天涯，历经人生险恶。他的名字叫阿迪，从此将和我紧密相连。算了，你看一下，过去老爷洗澡啊。有人叫车吗？司机，拜托一下阳明医院，拜托，快点嘞！
这就是我跟阿迪的第一位乘客，哦不，应该说是两位。请问一下哦，你先生呢？他还在上班。哦，那现在你情况怎么样？要不要紧啊？你会不会生在我车上啊？不会啦，时候还没到，只是有点痛，痛，好痛！不会吧？我这是新车哦，今天跑头一趟。你不要生在我车上哦。过去了，不会啦，你放心，要生我一定会撑到医院再生。不能生在我车上哦，说定了。司机，可能还是要麻烦你开快一点，因为又痛起来了。那一天，我大概把所有可以违反的交通规则都违反。首先，当然是超速。还有闯红灯，对不起啊！行驶人行道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不生，我不会生在车子里面的啊！对，不能在这里生，这是新车嘛啊！不会，我不会生在你车子里面。绕小路。哦，差点忘了讲，那天的违规还有双黄线回转。我叫你把这货拉吧，别单行道了，开我赛道给你。还有单行道逆向行驶。阿伯，我赶时间了，拜托你啦。你赶时间嘛，顺序交通规则啊？不是啦，我后边有一个大巴肚啊，要塞啊啦。我你大巴肚要轻啊？哈，阿舅会唔会较早讲？哎，我不会去啦。再撑一下啊！再撑一下，就快到了。到了，再忍耐两分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在我新车上路的第一天，营业额是零，还有三张超速罚单等着在三个礼拜以后寄到我家，加上第二天送到医院去的两罐婴儿奶粉，我大概损失了10000块。如果你问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感想，我想我唯一能说的是，那个女人在我车上留下一条很大很大的内裤。
我不在意他把孩子生在我车上，但从那一次以后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再开快一点会怎么样？来得及吗？从此，再开快一点会怎么样这个想法一直停留在我的脑子里。有时我甚至觉得阿迪跟我也有同样的想法。这次会有什么在等着我呢？干嘛？不知道。怎么会这样？先生，你刚才是要在这里下车吧？以前总以为人家说吓得尿裤子是夸张的说法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这边有老毕家的电话？那学校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正在找他。你帮我联络看看好不好？如果联络到的时候就给我电话。好，谢谢。大哥，我们要来。喂，请问老毕的电话？我在找他。双击。那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家不菜。最近他借我一笔钱，就帮我看看怎样。麻烦你帮我找他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哦，发戒了吧？看吗？你们吃这个很伤身体，知道吗？喂，买什么东西？家里那边有老毕家。要啊，好吧。那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好，那找到他马上打电话给我。喂，那边有老人家电话，我在找他，找得很紧。妈的，他乱挣了。看这已经在卖了，快跟一下，来跟一下，跟一下。我找到老毕了，他正在回家的路上。妈不管了啦，快点啊！跟。女孩子真是奇怪。我想我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女孩子。我曾经对我爸妈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会喜欢我的女孩子，而且很可能也没有我会喜欢的女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车上这位
不是我喜欢的女孩子。先生，请到驾照。我说过，遇到他是非常偶然的事。就是他，妈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只要我一见到他，我就知道是不是他。妈，就是他。先生，你刚刚是违规超速。规定的速限是60公里，你已经开到120了。怎么长得这么丑啊？因为是小时候的照片。你现在跑到哪里去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以后请别开这么快。庄静文，交通大队第三小队。我爸是个实际的人，他立刻透过关系找到庄静文的执勤班表。有收到啦，啊，落来落来，哎，队长啊，这摆给你麻烦着，是啊，真歹势哦，嘿嘿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嘿嘿，无连干咱家吃饭了吼，好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好，再见再见，嗯。阿全啊，迄查某囡仔敢有水到迄个程度？哎，人是警察呢，安尼敢无？爸讲的没错。这个人胡子还在长，比我上次看的长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5年前啊，给他理了一次，后来又长不出来。你真的不想知道怎么交女朋友？爸那时候怎么追你啊？交女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印象，要让他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一旦他心里啊对你有了印象之后，下次看到你时候啊就会觉得很熟，觉得很熟之后啊就会当你是朋友。只要交了朋友，接下来要谈什么都容易了。放心，我绝对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驾照。这一下子他绝对记得我了。没错没错，我非常肯定他是个分尸案，请有关单位赶快来处理。对，请你们动作快一点。啊，大家都收到。队长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这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呢、啊、实在是一场误会了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你不要客气了，你的事情我已经处理了。是是是，小孩子嘛，有什么关系？真是太麻烦了。不要客气，我们会好好的把处理。感谢感谢。感谢麻烦你哈。对，老师啊，哎，啊你也别再客气了哈。咱实在这久啊嘞，这款小花代志。阿传啊，你也实在太不像话了嘛。啊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谁帮他把手铐解开啊？嗯。庄警员，麻烦一下好吗？人头的事就算了，但是你还是抄书又抢告，把行驾照拿出来。还笑得出来，好不好意思啊？阿迪啊，我发现自己得到一种见不到他就会死的病。我每天都渴望见到他，想知道他在哪里，想知道他在干什么，甚至于想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的心情好不好。小姐，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叫我干嘛？你的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？你想嘞？开罚单给你这种人怎么会辛苦？这是我的乐趣。真的、啊？开罚单给我是你的乐趣啊？真的吗？
真的啊。我不知道如何取悦他，不懂他喜欢什么，也不懂什么叫罗曼蒂克。那天他亲口对我讲，开我罚单他可以得到乐趣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比让他快乐更重要。知道他每天的执勤路线，这是我唯一知道能使他快乐的方法。变换车道，回归超速，不按行车方向行驶道路，其他的就请你自己看。我最后再严重警告你，不要再被我逮到一次哦，否则就让你知道厉害。罚单算什么？就算吊销驾照又怎么样？只要能够每天见到我的他，只要我的他能够快乐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不要管他了。
人家对你可是来真的哦，别乱讲哦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你很喜欢我？每天都想跟我说话，是的话你就说啊。现在如果说不出来，那改天再告诉我好了。终于，这一天，他开了一张只罚600块的未带行照，还留了他的电话号码给我。我妈说的没错，只要女孩子开始对你有深刻的印象，接下来的事情真的比较容易了。到现在我一直都还记得他第一次到我家吃晚饭的情况。那天晚餐的气氛一开始本来有点闷，可能是因为交通警察跟计程车司机之间的关系有点尴尬。张小姐，你在交通队服务吧？哎，那不错啊，辛苦啊。还好，都坐在车上嘛。是是是。就这样，我爸只讲了两句就讲不下去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吃饭，请用。庄小姐，不要客气啊。谢谢。张小姐在交通队服务，不错，会不会辛苦？还好，都坐在车上嘛。我妈比我爸好一点，她还多讲了一句。张小姐今年几岁了？25。哦。对不起，由于时间有限，所以现在请让我把当天晚上一些无聊的片段快转前进吧。就在这里，我们终于找到可以互相讨论的共同话题。你们还有红烧肉吗？还有，我去拿哈。我去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请坐，坐啊，坐。对不起，我们的共同话题不是红烧肉。
差不多了，从这里看好了。小吴，我去看看啊，你慢慢慢慢。哎，我爸怎么会对车祸有兴趣呢？哎呦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啊。那时候他们一定很高兴有机会可以离开饭桌，坦白说我也是。出车祸哎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这边又冷场了，我们还是快转吧。刚才那个车祸啊，根本是那个载凤梨的不对，凤梨也没摆好，对不对？他开到一半，全部滚下来，后边那个车子看到他又说闪又想又闪，最后就闪到一边去了嘛。对啊，你刚才看到那个槟榔摊啊，起码已经被撞了500次。哈，转嘞，你讲话夸张了，哪有500次啊？了不起10几20次了。哎，这次他可来不及了，手给撞断了。张小姐，你刚才看到那个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还好，我以前也看过蛮多的，这没什么。是吗？有一年我被调到路足工作，在高速公路上，有个女人把自己的头撞得飞到桥下去了。真的？那个案子是你处理的？对啊。那次是我去验的。啊，是啊。那个案子是你处理的？我也想知道怎么会这么夸张呢？开车开到那个头都飞出去的。对，你跟他讲，当时因为下着大雨，视线也不清楚，慢车道上好大的洞都没人发现，又没有任何警示，大卡车的后面跟着一部小轿车，大卡车速度很快，突然轮子通掉到洞里面，接着好大一块钢板砰飞出来打到后面那部轿车，开车的那个女的看都来不及看，靠，就这样头都飞出去了。后来嘞，我只看到一个没有头的身体在驾驶座上，全身都是血。那个女生漂不漂亮啊？哎呦爸，我也没看清楚，当时现场一团乱，还下着雨呢。后来呢，我们把钢板掀起来，发现一个男的卡在下头，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当时啊，砰，他就被压下去，柴的时候就有一大堆手电筒照在他身上，我们就带着他一步一步走到桥下，请他过去指认。当时我非常不忍心这样做，因为你要逼一个人去做一件他看了会非常伤心难过的事情。他看到女朋友头竟然吓跑掉了。没想到一场车祸让我们能够开怀畅谈，这是我印象里最深刻的一次车祸了。那他的男朋友没用，我告诉你一个，那一个更恐怖了。虽然有人认为我妈很冷血，但是看见自己唯一的一个儿子终于交了女朋友，她却掉下了眼泪，你们想象不到吧？就在前面了，那个一个小鬼刚一转弯一碰，啪，那个眼睛当当，就在刚刚那个路口。是的，那他在地上滚，你看出来那是人的眼睛啊？还有，他这里掉下来了。头一撞那边，这边咔又掉下来。不是，跟你开玩笑了。没关系。哎，小哥出来哦，对齐姐，嘿，对齐姐，安尼较袂砸掉啊，别挨地了。对了，安尼差不多。摄影师差不多了哦。好，来，头家牛来翕相了，来。头家来翕相，来。翕相，翕相。出来，你的火台正着哦。哇，水哦。哇，水水水水哇！来，大家一起拍个结婚照哈！来，看谁啊？来，走，新娘来，哎，妈妈，哎，叔叔，爸爸来，爸，阿张啊，哎，我就见你啦，你嘛，等你有一个拜托，你啊，你新郎啊，你，快见你来，徛我哈，来，哎，好，大家开心一点哈，啊，来，稍休息一下哦，来。3 2 1，抱歉，再来一次哦，好，笑一下，儿子最白要睡了，来，三二一，啊，抱歉，对，
抱歉抱歉啊，这样好了，我回去换个闪光灯啊，五分钟就回来，大家等五分钟，五分钟就好了。就这样，静雯终于大大方方的嫁给我。有些司机担心他的警察身份会影响我们的感情，但我发现其实不会。怎么啦？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穿上制服啊？哈？你当初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可能是你开车的样子啦。哦，我喜欢你开车的时候给人的那种感觉。我想我应该是这样子说了。阿迪呢，根本就是你的一部分。你一说你嫁给一部车子啊？我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，我这一生没有什么让我感到太骄傲的东西，只要让我握着阿迪的方向盘，我就有一种不会输给任何人的感觉。哦，你说的没错，打波打成这样肯定应该是在卖的。阿迪从来没有让我感到沮丧或失望，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好累哦，我再也走不动了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吗？从来没有。阿迪总是能够安全地让我把乘客带到要去的地方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啊，声音我喜欢在乘客上车的第一眼对他做出价值判断。当一个乘客上我车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想，这个人会不会给我钱呢？他会不会多给钱呢？会不会不要找零钱？基本上，我的判断一向很准。哎，温江。帮大张的啦，无小张的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这拢给你啦，你摕去，我讲真的，你摕去，摕去替我用，摕去替我用，我同款摕上去，同款，阮某也傻去啊，恁爸袂见好已经啦，你知，袂见啦，你知无？哦，你摕用，莫去，总摕去，总摕去。不安尼啦，我摕两张开，我留两张，阮牵的，阮某看，留两张好用就好，剩的你摕去，留两张给他看，可以看，给他看，看，我咧看你老母咧看。像这种就是最小气的人，不但连一块钱都要跟你算，而且还有打老婆的可能。来来来，来，有没有50块？啊，要零钱？零钱啊？对啊，我钱包没带下来，没带呢。找我看，差50。嗯。一般来说，我的判断都很准，但当然也有失手的例子，像这一次，我就一直不知道这个男的。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他看起来既不像那种不给钱的，也不像那种会多给钱的。他到底要干嘛呢？
先生，一共是235。对不起，能不能借我1000块？啊？这个我来借回啦，大概小三姐做一下朋友来的我吼，你好不？那天他一共跟我借了2000，虽然他向我保证他一定会还我，但从此以后我却再也没见过这个人。人生嘛，这种事总会发生的。那么现在在我后座的这对男女，他们是属于哪一种呢？诶，等等，这类型的人我见过，我真的见过。他们，操你妈的靠边停，要不然给你脖子一刀。操你妈的停车了。很显然的，他们是属于会抢我的那一种。找钱在哪里？钱呢？你们如果只是要钱就拿去，不要乱来好不好？这部车子我是要定了。你如果没有疑问，你给我下车！你下车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拿我的车啊？他们在里面干嘛？哎，正好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追人家的计程车耶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下车了！哎哎哎，干什么？你开车其实没歹哦，买了，干你娘！干你娘！你。哎，不要赔钱，不要赔钱，来来来，我的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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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打他！哎，这个我得。啊，你牙齿啥？干！别个牙齿啊，你乌社会吼，你变泡你，我靠，变杂波，我你变杂波，我靠，你变杂波。牙得啊你，靠你变杂波，连潘娜有。终于，又只剩下我跟阿迪了。度过这一晚，我们该回去休息了。又发生车祸了，但不同的是，这次轮到我跟他上场了。Yeah.